就跟沈阳差不多。开始。那个东北那个搓澡，搓澡巾。烤羊串，撒孜然，烧烤，烤串。好也没有。这都没有。就是地里上长的那个，完了那个几个红心跑，那个会跑在地里头跑的特快、傻狍子，不是，那个药材，药材，人参，还没有，到底是什么？什么人参会跑？嘉哥，你回来一下。滑雪，滑雪。长白山，长白山有。提醒你们食物。食物哦，那个就是。剪一下，冷面，就是剪一下，冷面有没有？有冷面，好，还有，吉林的，下雪，然后那在树上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冰雕，不是，在树上，还有一个是在树上，哈尔滨，树上，然后白白的一片，坐下，时间快到了，白白的一片，树上特别美，吉林什么？吉林三宝，蓉。雾凇是吗？是雾凇，他都不知道。雾凇，没听过，那是雾凇。那冬天树上长那个冰雕。